车道吗？逗啊！前方800米，在第二个红绿灯路口左转，进入象山岗路，300米处有闯红灯拍照，请保持直行，走左侧两车道。300米处有违章拍照，前方300米，红绿灯路口左转，进入象山岗路。什么意思？
行，走右侧两车道。400米进入隧道。